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和北京冬奥会的召开，2022年第18届美国华人春晚于近日在洛杉矶举行。出席并观看了当天晚会的有包括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副总领事李春林、圣盖博士副市长丁延玉、核桃市副市长武立伦等民选官员及代表，以及经国会会长张素九、美中文化协会会长罗豪、美国华人商会会长成员等社区领袖也到场参加。李春林在致辞中表示，在最近一段时间，南加州地区的侨界举办了多场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支持北京冬奥会，展现出海外侨胞的赤诚之爱，也体现出南加州地区侨界大团结的可喜景象。他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秉承团结协作的精神，守望相助，拼搏进取。我觉得这种好的气象值得我们去坚持，那么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种的团结联合之中能够共同的发展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也希望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大吉。本次晚会的主题是喜迎中国新年，庆贺北京冬奥。晚会参演人员近百人，为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包含舞蹈、声乐、器乐以及相声小品等节目的精彩演出。美国华人春晚是凝聚华人、海外华人华侨力量，连接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情感交流的平台。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如今已经举办了18年。据了解，美中文化协会今年已经是举办春晚的第18个年头，而今年的春晚演职人员中有了更多的年轻人。主办方也表示，这些年轻人的加入也体现了南加州侨界的新活力。凤凰卫视林汉琴洛杉矶报道。